中国我所柴曲方，山火古冷，山火古冷，有场有灰暗，从山西汾阳出发，一个遇冷的医生，由命运大法安排。他的父亲为了见故人，愁死于陌生的火车站台。他的青春恋人返回故里，岁月把一块青石变成了磨刀石一块。他的儿子归于离异的丈夫，漂洋过海，海铁石便与他分开。如今已不会汉语，面向大海，只会把妈妈的名字涛声呼唤。其间穿插往来者的故事，总有一方缺席。在爱与期待的时刻，道尽生命的无奈心酸，山火孤冷，又长又灰暗，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，也没有电影的画面光彩，然而它是那么的真实。山火与孤冷永远处于分离的状态。